向阳，为什么向阳门第春要先到？因为有阳光嘛，对不对？就代表光明正大。为什么我看不到呢？哦，安利对不对？嗯。好、哦，向阳门第。我怎么看起来是好？好吧。地哦。春先到，啊，那你相机是红的，春，跟相机有关系啊？啊，放光啊！因为我刚刚老是写黑字，可是我相机里面看到是红字啊。好，春先到啊、哦！再来，积善之家，庆有余。啊，要请自拍啊！哦，他还没有跟你那个 live， 就是叫做什么直播呀？美丽有没有在直播啊？没有，没有，我都不会。什么叫直播？手机怎么直播？干嘛？现在流行直播，你都不知道？我不知道，有听说过，但是怎么直播我不晓得。直播弄这些，骗一帮少年啊！好、哦，来几家，欠，好、哦，这样过了。有鱼，我往前一点会等到你吗？不会，啊。这真是滑滑的啊、哦，比较没干。接魔咒纸的呀。魔咒纸水会跑，也会跑。那比较黑嘛，是不是？墨水多的关系啊，因为它都浮在上面。嗯，好，来，哇，还有横批的，是不是？没有，就只有写这个，嗯。横批就大家恭喜。